接下来，让我来看一个代代相传的工艺景点。台湾当有名的统一太师王国珍，三代人都是做土的。近来培育技巧，经过为党督办的调整，对清传统生发土的基本功，都是入到人工系小古强的中华土瓷。学到的要用哪一种方法来创作太监的作品？26年前，他看到的极端天使对土地带来的安泰的影响，他就开始用独门的优良来来培。作品图像就看得到从亚种的笔品，大部分的来表达对太天的关怀。接下来看下这个记者熊一华和罗金赞的报道。撑出来有没有？你太用力它就破了，你不用力你又没有办法撑出来，因为那个胚体往往都是不是一公分，是2寸到3寸厚，因为厚有没有代表这种陶很稳重啊，但是你要很稳重，你的线条的比例要很圆嘛，这是很难。作品又盘又粗，像一粒太石头，还有太太细细的盘，就像土地别可能用的。用盆盆的幽玉变体以后，别可来用的来表现变家变体以后的情况。王国珍请冯氏呢，同我来设计这个作品。伊讲可以来请简单又粗俗，就是这个特色。不过唔点人可以来就从师傅，可能就从我们行业所讲的为熬的废瓜真会甜。1973年77年哈。全世界就是温室效应哈，你看到安大地干旱呐、啊、哈，你看给非洲的小孩啊，站在那个很干旱的一个河床，哈，仰望着这个上天祈求哈，我捞鱼嘛。美国的普利兹奖一个报道让我感触很深，就是说，哎，那样的一个对我们的地球哈 ，NA。这个生活在地球上的引诱嘛，哈，我们是不是除了创作之外，要关心我们这片这个地球？张彩叶三屯的奶，黄国珍就喜喵喵的。嗯，你做试看啊，那抽太气，深呼吸有冇？按你这样开有力，搓麻莲布，丹田喜酒，奶油哦，按你带下健爽来，就是它很柔、很绵，顺着它运力这样转，你就不用很用力。那你在用力的时候，手会扭到，哦，你力都出看不出来。彩奶会轻轻的出暗力，见彩见同奶共花，安尼怎会有感情？像这一小团土哈，性质就性把它一松，它才会达到这种土泥要的那个黏跟 Q 性。但是我要创作作品又不需要太 Q， 所以每一个创作品的土都要自己去亲来给它，你去调配这个土。文国珍讲，炼奶就像得搞一匹马诶，为了解家心，怎会来出唔相爱的形？我们这个土银毛，人都会缩缩的时候，银毛大部分会缩16%到20%，所以你100公分的东西，它稍好从80公分，所以你必须要非常非常有耐心、有爱心去吸炼奶。要奶，比方说拉胚机的时候，配合你的拉胚的技术，跟你的力道，跟你的呼吸喘息结合在一起，你将会在拉胚机上完成一件动人的作品。
采好的奶提肥的茶风景地天天闻骨子轻下去来送来新的金边一下的爱顿顿的一下的狗狗狗狗可能你沙漠跳塔第三木沙沙的来到青楼文亲像爱将古的厨皮拿起来如果你看我拉这个八十公分有没有你一口气这样拉上来你换气就抖动了记住母平衡就会歪掉了所以我这样子哈、哦，那些有没有、哦啊、当你在贴着他抱着他的时候你就跟他对谈说我等一下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要施加多少压力其实我的心里面就跟他对话对好了拿出骨头提手厨婆的老道给做好的叫拿出吹风机对着厨婆的建材也有顺来喷哦我等一下哈、哦，说下一个动作手伸进去的时候就是作品会崩裂的所以那个动作是所有最重要我的表皮达到我要的硬度因为吹风机很慢这个比较快这样的话就是里面跟外面的湿度对比差很多但是外面太干手太用力撑它就裂开了目前今天清晨是没可能出皮提肥的茶风更强更太杂就像爱亲面骨的将对土地的关怀带到作品地图欢迎推去清晨中就行啊给一下的强骨头因为这样的裂纹就是说它是很粗犷所以我外表必须要它不能够太干太干我手一撑出来它就裂透了就是你讲但是它还有一点点的水分然后左手力道的平均要恰到好处来哟来哟来哟他说的土地会被碰出现的印证印出暗力碰就印笔印发土的那种表面张力跟湿度不一样所以它会比有台风有西风背后施工按的就是土的表面张力完成了哈按的就做好的厨婆看起来笔笔又粗轻轻的红的歪来歪去不过文骨真实也是它故意要保留的感觉还有线条陶跟瓷某雄雄瓷就很精致陶就是很朴实很朴实为什么吃吃又变成白油这样感觉这个螺形的纹路跟这个线条搭配起来油它比较有那个韵律的动感刚开始他做这样裂纹陶出来的时候呢大家看待它是说啊，那个是烧坏掉了，哦，啊，这个蜡胚坏掉。但事实上，这样的蜡胚技法，它是必须要土胎比较干涩，然后你要借由蜡胚的那个技法把它推出来，让它自然的裂。啊，自然裂它有它的肌理纹路，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蜡胚技法。现在柴烧陶艺里面很多都在学习它这样一个裂纹陶的一个技法。我等一下还要加水，整个都给它变成这个膏状，它不是一般的釉药，就是水状。所以哈、哦，艺术会有一个法则哈，没乱做乱做就好了，毕卡索没样的，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技术、审美观都要有哈、哦，才可以去提升到创意。盆是文骨子作品的特色。盆呢，唔但像系厨盆，就连送的油弄盆，也不能太久，自己知道几秒就要起来了，要不然这个釉药会融化掉。哦，现在有多0.2公分了，一定要那么浓啊，按内我啦。是釉药唔值钱的没？唔错，是釉药很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一定要去挑战啊！你知道他失败率很高啊，啊，万一有一个成功，如果说你烧的时候它崩下来就没有用了，要等它完全干了才可以再上第二次。这是里面白色，这个是现在的，
但现在再下去它不会，又要不会复藻，还要再等一下。所以最好就是一天泡一次。文国子此地想要用清盆的油来做扁荷、扁铁、韩国用铁的冬粉碱，大部分呢要保它，因为吸顿气候用扁铁的时间。冰川在崩解的时候，哦，一块冰川一崩解，它可能会淹死美国的一个州，你就知道那个冰川里面它大概可能是几亿的立方米的一个水的含量。但是我们一般的釉药差不多0.1公分，听听嘛，啊，那釉药看起来有4到12公分，冬喷没，所以高温加它会融，哦，啊，就像那个雪一样在崩，那个感觉很震撼。换另外一个，这个退出去，换大的小的，中的，中的。详细体量，材料地图有一个，有一份的。按顺按用的来用，贴油除开，太太细细按用的来摆，因为也会影响到腐油以后，油地图的温度，含个火按用的含。一二三，呀！铁窑就是要整个窑的火路设计，让它烧窑的时候你的火烧了以后能够畅通，让它的木材灰带着拉力带着它能够四周围都能够串得到，那么它的落灰就会比较均匀一点。烧柴窑以后哈，就会上太阳呗，亮了太阳呗中间，太阳中间有碰诶。幸好有受高型的设立下火炉会较强，所以要慢慢贴、慢慢上。它会烧到高温吼，会1200度，设定有冇温度？你烧十个钟头，它就没有上升。边叠窑吼，一宽，那不有冇个东西，有冇个东西就摆安尼。哦，接手是不是？等一下，全部放手给你吗？对，放，可以吗？可以。文国子同家个事诶。嗡嗡诶诶咧，我将太轻的厨盘列到油底度去，贴个电锅柱，张贴上面茶床，就行啊一模细衣，过下去就坏脱了。清困难就从安尼内皮清来，本是阴干，怎么安又来贴油，过手油，过还咧吹油，吼、哦，我们一个周期最起码差不多3张捏。三张捏当中，每一个环节都做不得起失误，哪怕一个环节在我们刚刚装窑，有冇？来，哎，光的呢，就刻一个嘞。陶艺跟烧这个柴窑，就磨练人耐心。老师以前他有时候整窑都失败，可是你发觉到他现在的作品这么大件的作品，他的成功率已经接近60-70%以上，那是很高的成功率，可是这都是累积出来的。除了贴油的损失，柴窑不用一太讲，更硬的天时的情况也得原因，没无影响到油底度作品的色彩。木材它长期在土壤长大，你烧燃烧以后，它的木材灰，它就我们讲统称叫矿物质结晶。那这些矿物质结晶的东西，我们会落在这个胚的表面。那你是给它氧化烧或是还原烧，它的颜色会不一样。越硬的木材，它会落在上面的成结晶。你把结晶烧出来，它不是落灰而已，它是各种结晶。下锅社会上也是社会上。那你烂铁的，你又再把三张捏拉胚阴干哈等待。那某个耐心没做，没办法，真的是会变成说心态就会较刺眼，不会较计较很多。
潮潮一般，它有爱一百点钟，磨日磨夜，因浓潮，细心细腻的控制温度，因为就惊啊糖多，嘣！不管低温还是高温的时候，身体都会动静动。到底是哪一个位置，卖人的作品崩塌？第一，崩塌是崩到去干，要有崩到拼音。用潮消费的作品的好坏，同火耐。潮油都有关系，打铺拢会咬牙得多。不过呢，就算饮油之前呢，铺铺高兴，火同奶，不提油对度有嘛个变化，很杂做唔到诶。故说呢，作品出来，要本学到一下，也系要本清欢喜，就一定出油，怎会滴哦？事先的一些准备布局有冇？偷偷会收到新官队，讲啊，要有时候会变暗的。但是事实还是要早上我们来哈，窑门哈，哎，打开手电筒这五下，大概照妖镜这五下就提供啊，要有四鬼咧，也是讲东家。潮油对采奶、用鼻罩都贴油、烧油。打铺，侬爱做规矩来，天天来做。侬睇考验托尼斯的耐心、功夫、经验，韩国还有一些运气。柴窑，有预定几位编码个石，吼，就按照个切来给他，批来给他，就会设计一种用的方法，批来配土、切来拉坯。哦，手给它按用的摆油，摆在哪个位置？手油给它还原氧化气氛，按用去控制你的温度跟釉要度度好，还原度度好有无？经验技术，还有运气一半啊。唔过盐袂酸，甜袂淡，重袂油，唔上唔到诶。因为你在升温的速率一定要抓好，做唔得太急，太急就崩脱，吼。加有两三天哈，属于说有利益的设计的一个概念，里面几乎是实心的，所以报了三线。作品又盆又重的文骨子，时常本朋友那讲，乃不是钱咩？没因为盆，全部是派。故说爱南从明年安泰间的鬼是莫安改哦。所以我的作品就较盆，较太烈，哈。那边有这个裂纹有没有？像安尼美人有没有哈？这是嗯，对嗯的中国这种传统陶瓷的一种敬仰。美人跟禅的意境的作品哈，来拉坯，庆重的拉坯差不多六十公斤啊，六十公斤像今天这件美人有没有？随后应该有四十五公斤，所以它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小潮油社会爱二十五年呢，唔但将过场真辛苦，睇下目前出油之前，心肝就像系吊桶样嘅上上下下。唔过文骨子还系做到精通。任何一件你期待中的作品，而且是大件的，而且是以前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你会感觉懂欢喜心讲，嘿，你无做诶，唔敢去做诶，你去做到按盆又要按盆。作品又暗冲，用的来，用的去收。只要有一件作品有成功，心底度就感觉讲啊，所有一切付出就懂价值。而六十岁，文骨子从来就没想过要退休。文骨子最强的就是功夫磨人脚，故说其中是不恐怖的，依赖去交流，希望潮汕的技术做得更进步。尤其到大陆啊，到去交流，到日本交流，他都有去做，所以大家都很像一级工艺师，很多都跟他很熟，那他去他也到处去交流，那这样才会说你有把台湾的这种技法能够
发扬光大，然后又能够去交流，把让其他人知道。将作品拿起来，详细研看，肯定作品对一团来都一下受到安江吹摇，吴国珍一定欢喜。像业界安尼收起来吼，本来是会有是看绿色的较多，但是有蓝色的，又带一点紫色的，安尼就吼反应较强，哦，反应较强就变化较多，但是其变化较多就不可变的因素会较多。文国真讲，创作就是一种生活的修行，真需要时间。做安尼太轻的作品，虽然当辛苦，但是当有成就感。万一本人手成功一天，你就心里面会觉得就哇，当家之后花一年的时间收了当奖。像这种大的失败率，是不是要有了成功，完全就当欢喜。文国真希望大鹏其发明的捏文图会表现土地找到比例必须一定艰苦的心情，用流通的清盘的悠悠来表现一下地球暖化变用价格的情况，会经过提醒和那多年会底下喝下我们的土地。